然陈柏霖这对合作过多次影视剧的荧幕搭档，让大家早已认定他们是荧幕双臣。目前正在拍摄的《校园爱情奇谈》就已是两人合作的第三部电影。29日，他们又再度一起出席品牌代言活动，连番合体不禁让两人也频频喊腻。最近刚好都刚忙完，都刚忙完，然后一起突然在这个场合出现。我人生可以有短暂时间不要再看到你了吗？对啊，嗯，算吗？我差不多应该是，现在应该是，对，蛮好的啊。我们每次都不同的形态出现。自电影变身跑完后，陈柏霖似乎在屏幕前消失了一小段时间。当天出席活动的他却剪了一头短发，再次让人有之前演《蓝色大门》时的轻松感觉。他也提前透露是为新戏做准备。因为是下面的戏，然后我不知道，就先习惯一下剪短，因为下面要到。